他来了，他来了，他接到稿子就来了。大家好，我是祥子。猛龙纪录片 Open Gym 显示，球队总裁马塞乌杰里和总经理鲍比维伯斯特在2013年试图向上交易得到扬尼斯阿德托孔博。当时还是总经理的乌杰里在纪录片中谈到阿德托孔博说，我们想选这个孩子，我们认为2015年没有多少孩子能在两年内赶上他的水平。但是猛龙当时手中没有首轮签，一年前时任猛龙总裁的布莱恩·科朗吉诺将首轮签送去火箭，换回凯尔·洛瑞，火箭又把他送去雷霆。乌杰里联系雷霆是否可能换回2013年属于自己的首轮签，谈判失败后，乌杰里还打赌雷霆会选择扬尼斯，但也可能是史蒂夫·亚当斯。最终雷霆用12号签选择了亚当斯，之后维伯斯特又询问森林狼是否交易他们在选秀夜当晚稍早时候从爵士得到的14号签，谈判再次失败，最终森林狼用14号签选中沙巴兹至穆罕默德，雄鹿在第15顺位选中了字母哥 and 他走了他走了，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